哎呀，哎，是不是讲一半那个电话挂掉啊？啊 ，recession 差了，新年很多人打电话，过年很多人打电话。哦，哇！你跟你老婆还是白人一起开店啊？啊，做豪哥啦，豪哥。豪哥也没有什么好做。以前我白天做好豪哥的吗？做也没有生意吗？我以前他们做没有生意了。啊，把这种。不是说不好事的，他们组织好事，我不是因为他们是爸爸妈妈，把这种事要看那个那种人员那种嘛，要不是呢，有些那种地方呢，刚才我说，像我去那个松邦啊，卖那个地皮那种 ，OK， 他那个烧的他的 attitude 很差的，可是还是很多排队要买的嘛，说这种是人员的关系啊。哦，是看人员的关系啦。啊，那你有些他的 attitude 不好，可是他的生意还是很好。哦，他哎，就不好吧，生意很好啦。啊，做东西很奇怪的，难讲的，我懂了。哦，哎，说你本来有 saving 吗？没有啊。没有了，有 saving 也不可以随便乱花的吗？哦。啊，有点 saving， 但是要急用的时候才用啊，不可以说随便这样，没有这样随便拿出来用吗？哎，你不讲你要买屋子，你要买屋子，你跟我讲要买屋子。买屋子问题是不懂那个钱不够不够嘞？我那个钱不懂够不够啊？啊，买可以卖掉你现在这个屋子吗？这个三房子可以卖吗？他们不要卖了，卖掉哎呦！他们的不要卖了，他们卖掉他们的这个屋子他们不会卖的啦。他们还完了没有？还完了没有？那个屋子还完了。还完了可以卖300多嘞，他们不要卖，他们不要卖，反正你自己的一个安全东西你卖掉不是没有那个安全感的、啊，哎呦，哦，明白，是一个安全感啊，啊，你这个，人这样你要想办法赚钱啊，是。哎呀，不知道啦，连我本来那时候我以为那个银行有借我钱呢、啊，我还可以去出来看看他家的课程，看可不可以赚钱这样的。哦，罗纳的课程啊。哇，对啊，对，罗纳可以了。收你4000那个课程，然后你还要5000块去劝你，你需要9000呢，知道吗？9000。五千的。9000。前面我需要跟银行最少借9000块才够啊。对。哦，哇，那应该很难的，应该要银行借你9000块应该很难的。没有，你听我讲先、哦、，OK、哦。比如说你做啊那个 Triple S 对不对？你讲一个月3500、哦、对吧？啊。如果你做3500一个月，你给银行看啊，怎么能的啊？他们会借你9000。没有问题，是我每个月的开，我的每个开销都不够呀，这封培养金发不够。所以这样就是一个问题咯，这样就是一个问题了、啊、如果现在我一个人的话，我一个人啊，我没有结婚，我没有孩子什么啊，肯定够的、啊、肯定够、啊、我问题是啊，现在我需要养四个人呢，我养我儿子，养我女儿，我爸爸，我妈妈呢，啊，连老婆他自己也是，他有赚钱啊，连他这样啊。哎，没有，听我讲，我有可能可以帮你想一个办法。嗯。OK， 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你啊、你可以联名跟你老婆一起借钱，就是你们两个一起联名一起借钱，就是他的薪水单跟你的薪水单啊，加起来啊、你们就可以借比较多。啊，你刚才不有讲说我的是连利维特的话，他们不是没有看哦。没有，因为你老婆是本本人的，对吗？我老婆是本本，但是我是连利维特的、啊。没有嘛，联名的话哦，他可以做你的担保人，给人多。没有啦，我觉得我的 wife 他应该不、啊、他不会要跟银行借的。等一下问我借做什么？啊，我想上家课程，他气到要死，因为就是之前我那边蛮多钱，上家那个什么 Alvin One 啊，那个什么瓦博这样的嘛，每次上家。你以前你有跟他借钱啊？没有跟他借钱，我用自己钱来跟他借什么钱？我是说，我之前我用自己的钱去参加那个别的课程，那个 Alvin One 那个什么 Affiliate Marketing 的钱。哎，我的老婆又看到我做这些 course， 所以没有成功嘛吧？问题是那些 course 啊。全部是用 Zoom 的，用 Zoom 的哈，很乱。OK， 那时候你懂啊？我去上那个 LV1 的 Affiliate Marketing 啊，用它用 Zoom 哦。妈的，我完全
catch no ball 的。啊，对对啊，我去参加那个 Diana 是那个是 under government 的哦，那个也是 affiliate marketing 啊。我去面 online 的话，我有学到东西，懂吗？哎，哥哥，说这些钱是你老婆借你啊，是吧？什么东西啊？那你讲你参加 course 的钱是你老婆借你的钱呐、啊？那么我老婆借我，我自己钱呐、啊？那么老婆借我，你不听朋友？我跟他跟你讲，我自己的钱，我做公司赚的钱，我老婆钱借我，自己都没有钱，那怎么借我钱？他都没有钱了，还借我钱？那每个月都开销啊，这些寄回给他妈妈，什么他都没有钱了，还什么还什么借我钱？那个，我是说啊、哎、啊。你看，唯一就是你要有 guarantee 你担保你啊，你就可以借了。没有，我本来是想说那个 Lawrence 他借得到，我想说叫 Lawrence 他帮我借，那我每个月还他，他不要，可能是他担心我到时候要借了，那我先不要还他，他什么他也会怕啦，他应该是这样啦，是我也是会怕，因为如果是我啊，那是我的话，就跟你讲，所以你叫我帮他借钱，他每个月还我，我也是会怕，哇，赶紧你不要还我，我等我不知道自己还的，他也是会怕的，知道。那苏菲说你真的是跟我很熟啊，你懂我的感。对啊，你懂我多年了，你懂我会讲我会玩就是会玩的，那个对对对对。好像因为我认识罗伦斯那时候参加那个 Wait Zone 的工作，我才认识他了嘛，说他也不是说对我100%的了解了，还没有。你有家人可以帮你做担保人吗？你有家人做担保人吗？有没有？他们不会同意我借钱的，不一定啊哟。哦，这样的话你很难借啊，这样你很难借了，这样，因为你需要一个担保人。没有啦，不用啦，我不懂啊，我看见啦，看怎样啊，一步走一步这样，不懂啊，哎呀，哎，看吧，你每个月开销多少？你每个月开销多少？我不是跟你讲，那时候不是给你看你哦，超过3000多块吗？不是给你看你哦，能叫你2000吗？不是肯定不够，肯定不够啊。再说就是说，现在如果说Bachelor没有的话，我去做种normal的工啊，又 stress， 钱又不够。人如果这样子，人你不是假烂，这样你不是假烂了，这样。对咯，所以这边社交玩家是不是有点烦呢？哎，看看我你不讲以前你做 man spa 可以赚很多，你讲做 man spa。神经啦！我在结婚了，做什么 man spa 笑啊你？哎，对了，你还记得你不是跟我讲有一个男的，他是结婚，他有老婆孩子，你还记得吗？你不是跟我讲？神经病啦！哟，无聊，我现在对这个没有兴趣了，神经病啊！没有，你不是跟我讲可以赚很多，你不是跟我讲？没有说赚很多的啦，这个也要看辣的，看有没有 customer， 看有没有 customer 啦，不是说 guarantee 有的啦哟。所以看 customer 喜不喜欢你啦。妈的，有时你没有人要你啊，你的、啊、你赚的钱比那个为什么都还少啊？真的吗？啊，如果没有人要你的话啦，没有人要你就是你先很少啦。啊，那看什么来看你？他看你你好像有些以前有些地方是他为了要公平啊，灯白灯啊，现在这个魔术啊，到这个魔术啊，对，那如果有时候看什么挑剔就算是到你的灯哦，他也是在看你啊，他不爽，还是想说他不要你啊，要另外选另外一个啊。以前有一个他们是好像为了要公平，每个都赚到钱了，说灯白灯。现在你的灯在灯，有些有一个啊，一个第另外一件是没有电灯的，来有给他什么选？那有时候没有人要你啊，你一整天他妈那边是下面一分钱都没有赚到啊！哇，下面一分钱都没有赚到啊！啊，是啊哟，哇哟，假了嘞，假了。这怎么好赚的？每个见面赚的，每个你都讲没在每个十个地，他们不要做了。哎，看那你有什么办法？看你有什么办法？我不懂啊，走一步看一步啦，英国又这么难，连跟银行借钱又很难，哎呀，不知道啦，乱了。哇，老爷客，人家你不是惨哇？你每个2800，你跟我讲不够吗？你不是讲不够？就是说不够啊，肯定不够啦、啊，要不然就是我现在可能是找那种伪装的工作，但是不懂有没有罗班呐、啊？因为现在啊，你懂现在众人全部叫你自己去在家隔离。之前呢，他们众人就要去华泰隔离，那个华泰隔离那种工作啊，还很多啊，连那种很多。现在啊，又众人叫你去红隔离，变成那种华泰隔离工作变成很少了。哦，所以说伪装的工作很少了啦。好了，以前那时候 COVID 刚上的时候，那种 Wait Zone 哇一大堆，等那时候我去做 Wait Zone 就好做，一天200，然后那种 Wait Zone。啊，对，一个月可以赚6000，懂吗？如果不要 over， 一个月可以赚6000。哎，可能做完你 Wait Zone 跑去啊，没事。没有了吗？
哦，瑞州没有了啦。啊，瑞州没有了，不是不给做了，没有了吗？哦，瑞州，你说你跑去白色了？没有啦 ，first 我本来是做那个 main gate 的嘛 ，main gate 连啊，不是，main gate 连做 ，main gate 是 stress 啊 ，main gate 是那种，他的 main gate 那种啊，像不好说 main gate 还要雇那个开门的那个车。那个车进车出的要开那个 gate 门啊，对不对？还要在 save entry 这些的，那种够前门的不好做的，做白色的好做的。哦，哇，客人讲到来这样话，哇，你讲到来客人这样。啊。哇，你两千八才够客人。就是咯，哎呀，不懂啊，连啊，对不对？哎呀。起码银行肯有借啊，我不用紧，我推一下看那三大课程，如果有成功的成功，没有成功，这我至少我有推过吧，意思我懂吗 ？I mean 啊、至少推过了吗？至少推过可有意思啊？什么？哎，学课，我觉得啊，如果你参加 Runner 那个、啊，你肯定会赚钱的。把你讲要有本钱的吗？要啊！你大概需要9000块，你大概需要9000了、啊。没有啦，可能如果银行可以借8000的话就 OK 了，起码8000的换算下更4000的，我还有4000吗？对不对？啊，对，4000可以。不用说9000了，8000了，4000了，这样的。把问题是银行、啊、可以啊，不懂啊，银行要借8000就很难了，因为懂那种什么有那种是有些那种是那种 money lender 的那种公司那种我不要借，因为他们 interest 很高，银行的比较少。银行你借还100多150这样还 OK， 那种 money lender 那种有来生那种啊，我的那时候神经病，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讲过记得吗？以前我那时候记得2013我跟你讲过吗？我那时候不是要做 best in 班，我是要跟种 money lender 借钱的嘛，一个月不还600-700，神经病啊，那是哦。然后你而且他们呢，比如说你现在你借7000。还到不懂，记得我先跟你讲，不懂7000还12000还是什么鬼关系啊？你要是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跟你讲记得吗？说2013年的时候我打给你吗？我当初那时候我打电话给你，啊、7000你还12000啊？我忘记了啦，我懂他们的很高的，他们是其实是合法的高利贷，懂吗？合法高利贷是有 license 的大耳窿的吗？哇，加了哥，他们是。哎，哥，我问你啊 ，bank loan 如果要借的话，假如说我是做生意的啦，然后我做生意，我要借 bank loan， 我要有什么 document？income tax 吗？income tax， income tax 这种哦，看看你他要懂你每个月赚多少钱这样啊。不，就是我要给2年的 income tax 吗？不懂，一年够了，不需要2年了，一年够了。一年够了，我不懂嘞，我打算要去问嘞，我打算要去银行问嘞。你不是赚这么多钱，你要借钱的吗？因为啊、我要看是不是你讲的这么难借。你要看个人的吗？像你跟我的情况都不一样，那你可以 compare。我靠，因为你的是 daily rate 对吗？对哦，对了。daily rate 假了嘞。不会假啦，如果说我的维持工资有的话，我是不会假啦，我借不到钱啊，我靠这个工我还是可以 survive， 还是虽然说不可以说好像很发达这样的，起码说我的每个月的那个开销啊，我还可以 cover 得到。哇，这哇，讲慢，不懂了，对啊，先别找工作啊，你懂啊？我找另外一件事啊，你懂啊？我的那个我的 wife 啊。哇，你懂啊？我的女儿，我的 baby， 我女儿，这一岁哦。那时候 baby 的时候，他又不要跟他剪波大什么。现在等到一岁哦，我的老婆才讲说，要帮 baby 剪那个波大，讲说什么他的头发是他的 baby 的头发什么不均匀，什么有些没有。那时候他小时候我看的时候，真的是有些有些没嘛。现在啊，一岁的时候我看哦，头发越来越长。我说 OK 吗？我不希望我的女儿剪到脖带，因为我觉得很难看。我儿子不用剪，因为儿子是男的。那我的女儿现在头发蛮长的，连我妈妈也是不喜欢。我的 parents 反对，我也是反对。然后我的老婆就是硬就是要还硬要去把那个把我女儿剪脖带，这样我就很堵完了。那我们先这样反对哦，他还是哦不管的，就是哦他就是我要他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样的。明白，你老婆要为所欲为啦，不是，就是他一定要跟着他的想法这样哦，连跟他讲说，不是，老婆有自己的，他有自己的想法啦。
有自己想法对，但是你也是要尊重别人的想法嘛，对不对啊？像，很像啊，你他叫我不要post 儿子女儿video 啊，不要 post 那个照片在 Instagram。OK，等我也是听他的，我听他的，等为什么他不给听我的？重要互相尊重嘛。I mean，等你过新年要到了，明天我 ready come。等我本来我的女儿是很 cute， 像小公主这样。那连头发剪到脖子这样，像啊那种像男的这么多男的，连很难看嘛，对不对？连我不懂啊，我觉得他硬要这样造势，我会 snap 嘛，会火山爆发，我会真的会很生气，跟你讲完很毒完的。哇，哥讲到嘞，可以，可宝，我觉得你结婚之后哦，你好像开销越来越大嘞，可。对啊，结婚开销当然大啦，这么多倍大很大。我如果说我没有结婚，我没有啊，我没有老婆啊，甚至呢，跟你讲，我单身啊 ，supervisor 3000，我拿2800，我每个月可以省多钱的。你肯定一年后很有钱的，对吗？啊，因为你结婚呢，2800跟你讲真的是不够的，2800啊是佛种单身的，你2800你要照顾两个孩子，要给8000、8000啊，肯定不够的。当然啦，这些东西你不懂咩？以前你单身的时候，你不懂咩？这个东西你不是早就懂了哦？不是懂不懂？问题是你不可以因为这样哦，等你就不要去，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孩子嘛，孩子是真的很 cute 的，你看到啊，你的儿子，你儿这样一天天长大，他们很可爱，懂吗？可是你没有想到后面的那后果咩？你没有想到后果咩？不是后果不后果，这种辛苦一点是不用紧的事啊，有时。好像我好像注意了，好像这种事啊，每次我好像我老婆跟我那这种剪头发东西啊，但他又有时候还不肯迁就一下，就也是我这样选的。哦，知道知道，明白明白。哎，如果你是我的话，等你。哎，你有什么看法？你觉得怎样啊？像，因为你还没有结婚，你不懂啊。像你懂没？那个 baby 啊，真的是一岁了哎，你一岁了，但是他看起来很 cute 啊，很可爱哦，头发长长的，连一个剪剪到啊。小，其实作为一个男人呢，我就直话直说跟你讲了。作为一个男人，我直话直说跟你讲了。OK， 关键是我们男人啊，不管有没有结婚啊，我们是一家之主，懂我意思吗？我知道，但是你不懂他的性格很什么，懂吗？他就是不肯配合的，懂吗？他就是你讲什么，他就是不他不管你，懂吗？他是不管的，他的 character 很这样的。说再说这种老婆啊，不可以娶的，知道吗？这种老婆不能娶的。那时候以前呢，我老婆跟我爸爸吵架，那时候我儿子那时候才蹦一岁半，什么鬼这样啊？等下对，部门他帮他换这个衣服，连我儿子不喜欢，那时候还小，他还不会怎么讲啊，他不要穿，等下对，所以我老婆硬要帮他穿，对我爸爸跟他吵架，对我爸爸就跟我老婆讲说，如果有人逼你穿一个，你要是你不穿上，你想法怎样？所以我讲，这种老婆不可以娶，不能娶哦。讲了喽，所以现在你命苦喽。没有，他也不说不好了，只是缺点就是他就是凡事东西都是他要。没有，跟你讲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啊，老婆要听老公的。如果老婆没有听老公的，没有尊重老公的话，这个婚姻啊很难维持下去。我跟你讲，很难维持下去。人啊，像只要有时像不懂了，人好像有时像有很好 memory， 好像等我又不给 post 我跟我儿子的照片，不给 post 你的照片。OK 啦，我明白那个啊。现在我就一个方法，给你啦，一个方法给你。啊，离婚离婚。神经病啊！离什么婚啊？神经病！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很需要妈妈的，你懂吗？我好像那时候我们那个新疆不中 COVID 对吗？好像连我的那时候我的老婆跟我的女儿去医院嘛，所以我的儿子我一直说妈妈跟妹妹去哪里哦？他也是会想念妈妈，会想念妹妹这些的，他们是需要妈妈的，他们是他们的讲讲的就是好像我们是精神支柱啊，精神支柱。对这个很重要的，明白？讲，我跟你讲，想问哪里？忽然间你讲这个我的问题，我没讲什么东西啊？你跟我讲东西，忽然间你明白？我讲你的女儿，你的儿子什么？我的儿子，我女儿什么东西啊？我那讲东西，忽然间你跟我讲，我又忘记我讲什么了。
哎呀，奇怪，我讲什么东西啊？对，哇，你的头脑这样烂了、啊，你的头脑。什么这样子？我哎、欸，我要讲东西，完全你跟我插进去，我要问题，我讲什么有嘞？没有，刚才是讲到哪里啊？没有，你先冷静一下，你先冷静一下，你先讲，你不要跟我讲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对你来说是重要的，这样你就想得到了。不是，我们刚才在 before 你杀进的时候，我们是谈到哪里？我们是谈到老公要打老婆要听老公的。哦，你刚才讲到那个什么什么离婚的，对不对？啊，对、啊、我是想说啊，那个孩子需要妈妈的现在那个他们的心理，他们需要妈妈的。我知道。啊，对啊，就是啊，我想到那个不是这个，我想到那个没有，不懂，我讲了，不知道，乱。慢慢来，慢慢来。没有嘞，我是想说，我问你说，我说你的想法说，说如果说你是你的话，你会怎样 ？I mean for 你这个，因为啊，有些人呢、啊，有些男的像有些我的做工同事，有些人、啊、他们就弄麦的说，啊，孩子也小啊，不带不用怎样，他们就那的话，就是女孩子他们是别那么接不，你是几江嘞？是我肯定会发火了，我一定会赶我老婆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肯定赶我老婆的吗？我真的是你不，他我不是说怕他，懂吗？他以前呢，像我如果我只是这样一大声一点点喊他的话、啊，他会哭，他会哭得很惨的嘛。他会哭得很惨没？对，所以有些很多人就误会，以为我怕我老婆，不是，你懂吗？像有时啊，像我们在外面，有时他问题，我的发脾气啊，讲我点大声点，我读完嘞，那我读完了，我讲一大声一点呢，你像，我听到就我走路一直哭，一哭哭到很惨，这样的嘛。我你老婆正常吗？没有，他就是他那种哦，他可以凶，但是如果你跟他凶，他就 take 不了，他就哭到哇！你看到他哭到很惨，那你就很舍不得的嘛。我不知道什么，我只要大声点，他就会哭了。所以我不是说怕他什么，而且他讲，如果说我像你这样，如果说你这种开的店哦，他还会去自杀了嘛？啊？自杀真的假的？那时候我不懂，那时候你懂。有一次他在家，他去开厕所什么的，他的头发去撞墙壁，懂吗？哇 ！Hello， 听到吗？听得到吗？啊，我跟你讲话，你有听到吗？你再重复了一次，你讲你老婆在家什么撞头什么？啊，他开厕所门，哎，我这奇怪，然后我听到蹦蹦蹦声音，什么鬼叫啊？对，我开那个门哦，他转他头，转墙壁，一直转，然后他边转呢，不知道他边哭了嘛。哎，克里，你老婆有没有精神问题啊？不是，说我是跟你讲说啊，我不是说哇，那种好像不是说硬来的嘛。那如果说我像你这样，你的个性这样哦。就死了，人家他去撞墙自杀，不然跳楼自杀，什么鬼讲的嘛？说不是说我不可以这样硬来的嘛？这硬来哦，很死掉。说有时我得犯软了，烂他了嘛？不是说他有些人就误会讲哦，什么我你这个你怕老婆什么没有用？不是说怕他了嘛？是啊，我不要他做出傻事的嘛？我不要他做出傻事哎。哥哥，你先回答我先。你老婆有没有精神病？神经病啊！什么精神病？笑啊你！没有，你先回答我。没有啦，笑啊你！我觉得他这样的性格好像有一点神经病耶。说神经病，说什么鬼？哎呦！哇，老哥，你想一下啦，正常的女孩子他们会这样子吗？你想正常的女人他们会这样子吗？不是，这个是一种啊，想讲啊，一个。一种方式来啊，这样去应付我嘛，对不对？不是，这个不是，这是神经病。什么神经病啊？讲什么啦？一种方式来应付我。像如果说他就是因为他这样而令我就薄冰，我的心软了吗？哎，我跟你讲啊，你看我话，你很吃亏，你知道吗？你吃亏，你我跟你讲，你这个婚姻啊，可以让你哦很吃亏，你知道我意思吗？哦。我跟你讲，你很吃亏的。我跟你讲，等孩子以后长大哦，我跟你讲啊，你他的要求啊会越来越多的。我跟你讲，你以后啊，你死得很惨的。我跟你讲，没有啦，你这个还好，这个你懂我的那个我的爸爸的弟弟对吧？我的那个舅舅对吧？我爸爸的弟弟啊，哇，他也是什么都听老婆懂嘛。
梁少，我讲你们很假烂了，你们真的。哎，你懂你懂在说没有？你听我讲，你懂你懂。我阿妈哦，我的阿妈过世哦，对吗？我阿妈过世哦，我阿妈是拜了那种观音管理公众。等一下，我那个我舅舅老婆是拜那种日本经的，啊哈，他等于我老后来我的舅舅老婆是硬硬要哦，那个修修的那就是硬硬要要那个念那个日本经，懂吧？哎，阿叔对啊，因为我的 wife 我的爸妈都讲的，另外一个那时候我的 wife 也是。我们在这有些有讲说，这样其实百万是不对，因为我的阿嬷哦 ，OK 是不是他不是那种日本经的，他不是那种念日本经，可是我舅舅老婆就是一定要念日本经，他在很奇怪，去那边，哎呀，我阿嬷连他在那时候 funeral 就是那边念日本经，念那么累，对不对？莫名其妙的，我老婆讲说百万不可以接近百万，你这个阿嬷是什么就要叫什么，连我的舅舅就是也是那种哦，一直很听老婆的话就对哦。明白。嗯。哎，这样的话，你们听这些男的啊，听老婆的话啊，我跟你讲啊，死得很惨的，我跟你讲。我又不是说听老婆的话，是你懂，我可以不是跟你解释了，懂吗？您、啊，我知道，因为你不要他做傻事啊，对哦。没有嘛，你听我讲，嘛你听我讲，哥，你这样长期下去哦，不是办法。我跟你讲，你这样长期下去哦，吃亏的人啊，是你耶，你听懂我意思吗？啊。吃亏不是别人的，是你知道吗？啊，不是我吃亏，不是你老婆吃亏，是你吃亏，懂吗？嗯，啊，那你这样子，你会觉得你过得开心吗？你的日子过得开心吗？哎呀，不知道啦，连很像呢，有时候我是觉得说，我很显像，好像我、啊、不是，你懂我显示写什么？我是显示现在有时候啊。然后我有一种美好的回忆哦，跟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但是我却不能播在你说把这个其实他讲的是有点道理，因为啊，以前黑的时候他们去破坏我的儿子的照片，说他这个是，但是现在是比较少一点了啦，因为那时候黑的很多，说那时候黑的很多，说我那时候黑的很多人，那时候去那个过新年拜年嘛，刚才刚好一个星期，那个比较小的，不懂是十五岁什么鬼，这样他就破坏我们的照片啊，对不对？或黑的就去 photoshop 我的儿子这些啊，对不对？从此以后连我的 wife 就讲说不给放我儿子的照片那些，那么现在是减少了。问题是啊，那如果说你放哦，等我老婆会拿那个旧的东西给我的 parents 看，讲说啊，这个放的儿子会怎样办？可是其实是旧的，新的就没有了。就是旧的东西，把，因为这样它有一个东西变成我 parents 是反对的，变成呢，有时好像有很好的 memory 这样哦，等我好像我又不给 share， 不给翻照片这样子先。明白。也是，好像假设你看我一生观上有老婆像没有老婆这样啊，就没看到我跟老婆的照片，有儿子像没有儿子这样，有女儿像没有女儿这样，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照片。那帅哥，我讲你的日子啊过得很辛苦，我靠。没有啦，如果是我是名人 A 就不一样了。我是名人 A 的话，我发达，我中多多啊，我的命运就会改变了。你听我讲，我跟你讲，就算哦给你中多多还是什么啦，你老婆还是会闹的，她还是会找东西哦，没有跟你吵架的。不是 ，I mean，我中多多我就有 power 了吗？我就有那个权利了吗？我有 power。你不讲他要去找人撞头啊撞什么？你有什么 power？ 你还不是听他的？不是 power 就是说讲啊 ，OK， 好像比如说现在啊 ，OK， 比如说我现在是名人的 A 的话，对啊，我那个 power 啊 ，OK， 我觉得我要放我儿子跟我女儿的照片，我觉得我没有错啊，我照放 ，OK。你放不下，他去撞头撞什么？你不惨？啊，撞撞头啊！你都跟我讲了，对吗？这个不管你有没有钱，问题是那个问题出在你老婆。哦。你的日子很辛苦，你的日子哦，我跟你讲很辛苦的。哦，哎呀，不知道，哎呀。你讲到哪个？你应该找新的老婆了，你。神经病啊！笑。我跟你讲，为什么那是你结婚的时候，这么你不要选好一点啊？没有，那时候剩下唯一一个，懂吗？啊，什么意思 ？OK， 但是我没跟你讲咩？你跟我讲。那时候百万，我本来不是跟他结婚的。那时候，听我讲。OK， 去的时候不是他有给你钱，是那个他有那个所以就给你钱，对不对？OK， 然后我你不是跟我讲，那是有五六个女孩子要选你，你想讲有五六个要选你。我没有讲，他们要选我啦，你听错啦。OK， 我是讲了。OK， 那我不懂，有十个、十一个。OK， 可以讲有些呢、啊，
那比如说可能现在是你喜欢这个女孩子，可是她的妈妈不喜欢你，有些是她的妈妈可能她的妈妈不喜欢你啊，对，因为有些他们 parents 也是跟着去的 ，OK 啊，比如说啊，可能这个妈妈可能对你 OK， 可是她女孩子本身不喜欢你，那有些女孩子呢又好像很凶，有些又已经离过婚了，所以有种种原因的，像你发现啊，对，你发现 OK， 你东西是那时候摆位，我的现在这个老婆本来是那时候她是没有在那边的，因为她说她是没有空去相亲的，她说她本来是去做工，后来她不在里面的 ，OK， 说我选的选择啊，对，只有一个的，因为就一个啊，我选到她本来是跟她结婚了，后来就什么事？什么事？你选到嘛？她结婚什么意思？不是，本来是选到另外一个女孩子，因为那时候我老婆本来是做工哦，她是没有空去相亲的。OK，本来是选到这个女孩子了哦，全部都想好要结婚了 ，OK， 那我们就去她的家，她的家那个地上像泥土这样的嘛，她的爸爸就脸臭臭哎，那看为什么他爸爸是脸是很臭，连一句话都没有讲到哎。那我要是我跟那个 Nicky 那个 agent 讲说，为什么他的爸爸好像看起来脸臭臭，那 Nicky 讲说没有啦，他脸就是这样啊。所以这样好友换了个天呢、啊，那在酒店那个 Nicky 是那个婚姻介绍所的 agent 啊，女孩子来了，越南人来了，他就跟我讲说，他讲说坏消息，他讲说那个他的爸爸反对我们结婚，说那个结婚得取消。OK， 我去了，家庭讲好呀，讲哦，要拍婚婚纱照啊，我什么鬼家，反正哦，后来就我变啊，对对啊，就那个。那个 Nicky 也现在就安排多一个女孩子，是我现在的那个老婆啦，他就安排啊，现在就我们就见面，然后他就 Nicky 就问我说怎样可以吗？再问他怎样，等我的老婆现在他就点头，他点头我点头咯，点头啊，再者我们就是这样的去这样去结婚啦，啊，哦，可是如果那是你选到那个女孩子哦，哇，你就好水哦，也不一定好水嘛，你也不懂啊，可以到这样吗？怎么说好水对不对？你不懂啊，这样吗？把这个讲了嘞，把你选到这个，我不懂了，把我是讲错哦。OK， 我的老婆是比较凶这种的，她的这个其实是表姐吧，她每次叫表妹啦，因为他们的越南的那个考究哦，越南考究他们是跟着妈妈的，所以比较大，就这样。之后她每次一个，然后我以前我发布在飞书的，她每次一个表妹表姐，不是来每次来新加坡玩的啦。对，都其实是表姐吧，她每次叫表妹，她那个就很温柔。那他来说跟我讲话这些话，你看他很温柔，很gentle这样的，然后跟我的老婆性格不一样的。像你应该选他表妹吗？没有，那时候他表妹其实是以前有结过婚了，那时候他老公是台湾人，可是他的老公过世了。哦。他说已经结婚了，说怎么去选他的，怎么去选他的表妹。哦，你可以介绍给我了，表妹介绍给我了。没有了，现在他很像不是在越南，他有找到新的版本还是什么，好像是的。他好像有找到新的版本了。我是说，就是他，我不知道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因为可能是我有做 YouTube 的关系，还是什么，还是以前我有 Blessing 班，导致到我的老婆现在有。他的 character 比较凶什么？因为那时候你懂，那刚来新加坡，他跟我结婚说，那时候我还有那个 best man 那个男嘛，对，还有在 YouTube 那时候还有做些什么 streaming video 这些，可能这些种种原因，可能有导致到他的现在那个性格了。虽然说现在我没有做了啊，没有凶了啊，把他的已经他的 character 已经改不了啊，就凶巴巴了。哦，明白。刚才说其实不会这么凶了，刚才说好像蛮定静的，好像蛮温柔的，对不对啊？后来就等一下，我要开门，等一下，我开门。哦，开门。等一下啊，慢慢来，慢点。
等一下啊，不行，慢慢来，不行。奇怪，没有 internet， 妈的，怪事。在北车咯，收工了，北车。哇，你在北车啊？哎，北车里只有你一个人啊？算是外面说啊，讲好是两个人，但是其实我跟我的班呢是在不一样房间的嘛，所以等于是外面说这样啊。说你这个房间只有你一个人啊？对啊。哦，哇，爽哎，这样爽哎，哥。说没有 stress 啊，把再摔，把如果是做了 most 哥就 stress 了吗？我们这个里需要面对很多人啊。下面就有很多人，连有 politics 这些呢、啊，连如果做 supervisor 有些跟你什么，连你不做 supervisor， 连又是给人家吸啊，这样连说也是不好的。连那时候做如果是做 OE 的话，也是 OE 的 stress， 不懂啦，说还是白色比较好啦。白色比较好啊。什么 extend 那个船座好，专门船座离开了，怎么是 extend 你讲什么？船座，他们的东西做好，他们船就回去他们的国家嘛，还什么 extend？ 哎，这个倒闭了，别说了。公司要不要给你吗？如果公司要不要给你，是没边。哦，这是看公司的。啊，那看公司啊，他们请人的吗？如果他们。就算有心啊，如果他们不要给你，也是我别人。你可以跟他们讲说，我想做，但是问题是啊，如果他们不要给你的话，也是我别人的吗？我这样讲了嘞。我等你哦，你生活这么好啊，每个月赚六七千块，这样好像很轻松，好像做博这样给你啊。我那是叫你做生意，你不要。我没有钱去 invest 做什么生意，我跟你讲，我没有钱，我没有 saving， 一分钱都没有哎。我，你那叫我那个啊？那个我有可能今天我要买老婆了，今天我要买了。买老婆？你要你不你没有个分吗？我打算买。你不是有个分吗？你没有个分啊 ？Break 啊！那你要洗外国了没？我不懂嘞，因为我看你买，我也是要买嘞。世界上不懂不叫买啦，这个其实是买的话是他们没有选择嘛，这个是因为那个钱是好像那种 A 给 A 就那种介绍费这样啦，也不是说买有点难定啊买。啊，因为买的话是代表哦你要哪一个就可以哪一个嘛，但是你去的时候啊，可能你要这个，他也不一定要你嘛。哦，明白你意思。不懂啊，你的个性的话说，如果你的外事这样的话，我看哦，你一定打下钉，到时你们肯定离婚的。以你的 character 来讲话，你的 character 肯定你一定会发火，你一定会出手打人的，我懂你的。啊，对，肯定离婚了咯。啊，对哦，但他也不肯给你打嘛，说就是我看你还是不要去浪费钱的。哇，说你不要我结婚了，看你不要我结婚了。除非你遇到的是可能他真的是仙女白素那种啊，那就没有问题。仙女白素，哎，去哪里找仙女白素的？你总要看烂了吗？哇，假烂的这样。不看烂的吗？这种看烂的，因为你在新加坡，你如果说。你跟一个人结婚呢，是因为你们有拍拖呀，你们交往一段时间了，你懂他的 character 这样。但是如果说你洗 agency 啊，你根本不知道他 character 这样，是只有结婚之后你才懂哦，因为他是这样那样的嘛。哦，明白你意思。啊，所以说有好处跟坏处咯。我懂我老婆哦。每次吵架，然后他就讲嘛，他讲说他很后悔跟我结婚啊，什么鬼这样的话，听了每次心里堵完嘞。我知道，知道。你知道那时候有一次就是为了那个baby， 那时候我的老婆跟那个baby 哦去那个医院嘛，然后后来那个医院打来讲说
因为我老婆跟我跟那个医院讲说，我的 baby 我的女儿什么没有胃口，然后他讲说他们要帮他插那个针在那手，那个泵啊泵插什么针啊，我把那泵掉什么点滴，不然掉点滴什么鬼叫，那我听了就很怕，我的妈妈也是吓到，等我就跟那医生讲说，没有这么严重，我讲我的女儿她其实是有胃口，因为我的妈妈她也喂她，啊对不对？然后在卫生室，卫生室吵架，等于我的老婆讲什么，我跟什么医院，什么乱讲话，什么鬼什么，阿飞嘞哦，阿飞嘞，讲阿飞嘞，还为了什么，为了那个跟医院讲什么喝一天喝多少奶粉的那个东西而吵架，阿飞就吵架哦，就讲到一大堆话，等于就讲什么他很后悔跟我结婚了，什么鬼这样你懂吗？哇，讲到这个啊，讲什么我后悔跟你结婚呐、啊，对不对？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等我讲到这样，你懂吗？我等我每次对他这样好，他也什么懂吗？以前他要出国，他要每次要去旅行，那时候我是没有钱，我是带他去泰国旅行，这边旅行懂吗？等我是带他去旅行，到自己是没有钱懂吗？我跟你说，你全部给他了啊？东西，就是你花很多钱在他身上了。没有，晚上比如说那时候他以前那时候他结婚在新加坡那很久，那时候一直没有机会去出国旅行嘛。然后所以我就看他还是看到很想要去旅行，哎我就有一点 saving 就带他去，结果这 saving 就花光在那个泰国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好像呢我做了很多东西啊，就是为了给他开心啊。结果他有时吵架就啊。那是你 saving 花了多少？你的 saving？ 不是，好像比如说，好像不，你去泰国，你要花一笔钱吗？你去泰国，要买飞机票，你要那个酒店的东西。你出国你是你看到东西你是要买，吃东西这些、对不对？收我已经问你花了多少，忘记有了，都几年前我了，哪里记得？都还有很多东西嘛，像连。但有时好像Christmas 什么东西，有时我是买东西给他这样，说把。然后有时候他要项链，我就买项链给他吧。有时吵架哦，他就讲说，每次吵架你就拿点这些来跟我讲什么东西。然后他就，然后好像就，哎，我每次听他有时吵架，听到他讲这种话，讲哇，我很后悔。他讲说他很后悔跟我结婚，我就听了这样堵啊，懂吗？哦，明白，是。明白，就是说简单的话，就是你为他付出了一切，可是他不领情，老婆不领情。哎呀，等有时候好像我的妈妈讲说，幸好他轻啊，幸好我老婆她结婚对象是我，她讲说如果是好像我的那个我那个叫表哥还是表兄啊，跟我一样1982年啊，我的cousin啊，给我两个cousin啊，说有一个是跟我一样年份，但是他一样年出生，但是他的月份他比我大，他大我几个月啦，说我的那时候我的爸爸妈妈讲说，如果是遇到那个哦。他就好像他的个性就跟你个性一样，他一定会好像这样吵架到打架这样的，没有说像我这样温柔的嘛。所以他很幸运跟你结婚哦。啊，是因为我有两个卡针呢，另外一个是比较大哦，他的个性就跟我一样，他那个也是我一个最大的卡针哦，也是。给他的 YC 有没有给他欺负这样，连我的另外卡针就不要了，他的卡针就跟你卡针一样。哦，哇！说你老婆黑啦，跟你结婚黑啦。哎，没有吧？我也不是说怕他，因为我刚有跟你讲过呀。我只要一大声一讲他，他就哭了嘛。那你就给他哭了？没有，给他哭连哭了，我看他哭连我就觉得好像很生气，他哭到很凄惨，懂吗？哭到很惨，懂吗？没有，哥，你听我讲，女孩子啊，你不可以让的，你让的话哦，他爬到你头上啊，哥。没有，等你看到了，他去。头去撞枪，你是不要管的，不可能吗？你看头撞枪，你是要去揍他吗？那你给他撞，你看他真的真的什么什么什么死掉，你怎么办？不可能吗？说不可能吗？懂吗？明白你意思，明白你意思，我明白是。把你这样很辛苦嘞，你这样子啊，你的命很辛苦嘞。不懂啊，我现在是知道了是。你现在不要想办法赚钱，可。啊，有的各地都赚不了钱的，怎么去赚钱？这时候我就想要做一罗拉 K 课程吗？所以你要想办法找到9000块。哎
没看，我你要加龙加龙，神经病啊！现在要弄笑呢。合法的阿东，我都不要借来讲什么，那种有来生的阿东我都不要借啊。那种你懂那种，以前的一些有什么说2013年的时候，我是我打电话给你吗？说我不是说我要借钱的吗？记得吗？然后我碰去那种 money lender 的地方，那时候我就打给你，他说你听好吗？他说你讲耍笑借梦借七千还梦还什么还蹦蹦七千十千这样，对啊，这大耳窿这样，那是有来生的大耳窿啊。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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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那种我就不肯借，因为马斯卡利，我现在的话 K 课程没有申供的话，我你叫我每个人哪有时间管你6-7百啊？那时候我是那种银行的，对对对，有道理，应该那种有道理啊。我们第一就要准备那种 What happened if 嘛。if 嘛，如果没有什么东西的话，像他说 FA marketing 那个 LV 那我就讲到多少，这样也是没有赚到钱。然后姚斌问那个什么，每天花30分钟啊，每个有10多千的、啊、那个，姚斌问的那个，姚斌问的那个课程，哇，那个也是废话的、哦，不是废话，我去参加的课程呢、啊，听得很乱。嗯啊，对对，你懂。后来我去参加那个 government 的那个affiliate marketing 哦，是 live 的、live 的，我真的是有学到东西，但是啊，没有像 everyone 讲的这样，我 affiliate marketing 可以什么赚到这么多钱。可是在那个广告那边呢 ，everyone 讲到说啊 ，all you need to do is spend 30 minutes per day 啊 ，and you will earn more than 10K per month。然后讲到我真的很 candy 这样的话，那个是 marketing strategy 吗？是啊，然后他的 run 我学不到，但是你懂那时候之前我参加那个 store 的 investment 那个 Felicia 的用 run 的嘛很乱，因为你懂 live 的话哦，你不 understand 啊，你可以举手问那个老师是什么，他教你啊，你了解了你再继续 run 的话啊，很难 run 的话啊，有百多个学生他们问 question， 那个他没有理你的话，然后就 random select 那个 question 来 answer 你，等你不懂的话，你继续讲，好像你现在你比如说你不懂大学东西对吗？你不懂。所以你要了解先，你才可以哦。一个比如说大学有 level one 到 level nine， 对不对？那你 level one 你还没有学到啊，就跟你讲到 level two、level three、level 讲到 level one， 你整个都乱记。那时候我参加那个 Felicia 那个 short investment 的话，那点浪费钱又浪费时间。他因为然后你有，因为你不是 live 的话很不好，所以我喜欢那种 live 的。罗拉 K 是 live 的，罗拉 K 是 live 的哦，我可以有不懂，我可以现场去问他嘛。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的意思。那个说号是客，说号。啊，什么？就这样啊。没有，是说，哎，你有什么打算？没有什么打算，一步走一步啊，那些这样。哇了，一步走一步就死了。不能这样。一步走一步就完蛋了，你知道吗？不能，有什么好办法？啊，我们去打抢银行啊！神经病啊！哎呀，要吧，去，我去打抢银行。哎，哎，看，那你有什么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办法没有什么办法啊？什么？没有办法。没有，你有什么办法借到钱？你有什么办法借到钱？既不做业事，这种是看银行的吗？跟我没有关系，这种要看银行要不要借的吗？等一下，我的那个罗伦斯跟银行借3000，他就借到吗？哦，洛克，你要想办法，克，你要想办法。嗯，不知道了。那个哦，我来给人多你了，我来担保你了。啊？我来做你的给人多了。你来做给人多，您是要做什么？我做你 guarantor， 连我们借2万，你1万，我1万。你做 guarantor 是说什么？是银行 guarantor 是跟着什么？是有事情他们找你啊？啊，就是如果他找不到你，他就会找我了，等等。哎，等我跟你一起借钱，等你还你，我是还的，还是、啊、还是我还？我们两个一起还的。哎，这不是等于我借我的，你借你的喽？你懂不？把因为啊，你看啊，如果你单单你借你的，我借我的哦，不可以 approve， 把我们两个联名哦就可以 approve 了。联名就可以 approve， 为什么呢？因为我有那个 document 嘛 ，document 那个 company 吗？你那个 company 啊，那时候我们可以互相一起 benefit 吗？哦，就是说等于说我
你没有听我讲，是说等于说，其实你啊，你不需要我，你是可以借到钱，但是我不需，如果我没有你的话，我就借不到钱啊，是这个样子。对了，说明。哦，这样啊。啊你要不要？哦，也是可以啊，如果有办法的话，可以借8000块的话就 OK 了。连我4000块去做一个事情，是因为事情呢，连到时候协会有点哪些 invest 了。哇有没有客啊？不是借8000，借20000。借20000，不是还到很多？你还10000，我还10000。不是啊，每个月要还多少钱？不是什么。OK， 比如说每个月要还他会算啦、啊，他会算到来，然后每个月你还一半，我还一半就可以了吗？不是，我每个月我最多的吧，借了最多我只能还200嘞，我没有办法还到300、400、500的嘛。就是 OK， 就是很简单，你每个月还200，我也是每个月还200，就每个月400就可以了。够啦，借什么两万？那你可能每个月还200嘞。那时候你跟银行 DBS， 我才要跟他借6000-7000呢、啊，每个月都要还总150这样还什么？那你可能你20000才还200，没有这么少了。OK， 看借16000，每个月400，你还200，我还200。16000才还多少？16借16000啊，每个月啊，你还200，我还200。16000还200没？400啦，16000每个月是400，你200，我200啦。没有人，那可能这么少，你这个你自己讲的是吗？我 OK， 你不是讲7000-8000一个月是450对不对？啊，所以现在我们借16000一个月是300多，你300多了，我还一半啦。我没有办法还到300-400啦，一波。没有，300多400对不对？啊，你不是你一个人还，是你一半，我一半，你明白我意思吗？哦，这样啊。啊 ，OK， 300，比如说300多啊，你还150，我还150，加起来300啦，明白我意思吗？哦，没有吧？问题是借那个，现在你想借那个16000是什么？你一半我一半啊？你拿8000，我拿8000。没有，可是借人是我是吗？借的人是你，不过guarantor是我。guarantor是，问题是每个月还的钱全部是我一个人在还的啦。啊，没有，你一半我一半啦。没有，我一半我一半，这是 official 的啦 ，official 你一半我一半来什么？还是 non official？ 没有，你看啦、啊，因为如果你没有还的话，银行也会找我，所以等于是我们两个人借，你明白我意思吗？没有问题是啊，我明白说你是说你私底下你跟我 share， 你帮我还一半啊，对不对？那你如果你没有还我，这不是死啊？哎呦，没有，我没有还我也是死吗？因为我的名字在里面吗？没有啊，人有没有那种啊？人讲啊。不知道，我的名字也在里面。你觉得我有可能不要还吗？因为我跟人多就代表，如果你没有还，还是我没有还了，两个、哦，只要我们其中一个没有还了，我们都假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对我们不利啊，知道吧？对我们不利啊。你要电话，你要我们就去银行问了、啊，你要我们就去银行问了、啊。等我没事完了，等我没事，等我们去问咯。可以啊，可以啊，给我去问咯，去问咯。嗯。哎，把你恐怕要上 Roller K 的课程了、啊，你肯定要上 Roller K 课程了、啊。你看到、啊、我如果不参加课程呢、啊，就是只有一条路走哎、欸。就是做龙门的标的。我现在课程可能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一个希望啊，一个希望啊，有个希望。一个希望啊，那就是说你买多多，为什么是有一个希望嘛、啊，对不对？你没有买多多就没有希望的、啊，对不对？好像你买多多啊，那你可能你比如说你现在你丢100块进去，3波了，可能你有个希望。如果你不丢这个钱呢、啊，就没有这个希望，知道吗？可是你丢了之后，不管你做是怎样哦，你也不会说后悔的，因为至少你踹过了嘛，懂吗？明白的意思。哇，这个真的是哇，假烂嘞！哥，你好，要我们去银行问了、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肯定可以的啦，两个人名字肯定可以。不知道啊，除非是等那个 Vicky 的公司开了 ，Vicky 三月他开了保安公司啊，3月。真的假的 ？Vicky 要开这个、欸？真的，他有名片哎、欸，你像我可以给你看看他里面名片，他真的是现在有他有2间公司，懂吗？真的、欸。还因为你懂你 Vicky 要叫你做什么？叫做 OM 嘛 ，Operation Manager。
不知道了，看他看看我们的关系多好了，可能因为、啊、OK， 因为你懂 K， 你懂为什么他做？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两个开最高低工资可以吗？我跟你开可以吗？你有几百千的人吗？哎，听你讲，你包几百千呐、啊？啊，你有很多钱才可以开的，他你根本没有提提懂，你懂为什么他要做 security 吗？是因为哦，他要开 security 的公司，他需要有那个 security 的那个license 跟经验，他才可以开。问题是他有几百千呢？有，怎么可能 Vicky 有 Vicky 有这么多啊？他有养金公司吗？都跟你讲，他新加坡有养金公司，真的。哦 ，Vicky 新加坡有养金公司啊？啊，他的 security company 是第三间，他要开哦。我问你啊，开 security company 需要几百千的吗？需要啦，以前我有问过吗？你那个什么 PR， 你看你如果你没有钱，你会随随便便要开就开啊。哦 ，OK OK， 明白。或者你可以跟几个人呢、啊、合股这样啊，有一笔钱这样啊，可能 maybe 你只有你有50千，他50千这样，对啊，我们三个你可以一起联名开一间公司这样，不然就你一个你够钱就可以开这样啊。啊，我、哦、明白你是明白，不懂了，把生意生久了，明生不知道了，已经看见了，我知道了，哎呀，没了，我跟你讲，你上 runner 的课程了、啊，上 runner K 的课程了、啊，没有钱怎么上上这样课程呢、啊？有，我们去银行，等你 off 你 off 的时候你跟我讲啊，不能讲，等呢。可能过几个星期，到时可能我要去拍 New Year 的 decoration 啊，连顺便去那个银行问一下咯。OK。对，肯定可以啦，我们两个联名肯定可以的，我们两个我 guarantee 你肯定可以的吗？嗯。好的，我 guarantee 你啊，肯定可以。你懂为什么吗？因为我的名下，我名下有一个房契啊，是我的屋子啊，已经还完了，你知道吗？我的屋子啊，没有欠钱的，还完了嘞，而且是在我的名下，你知道吗？你买这些屋子哟？啊，那你不懂哎、欸，买你蛮久啊？那时候我不是给你看那个我的地契，我的房契，你还记得吗？我不是拍给你。哦，你买什么？你买5房子啊？我四房啦。哦，而且你还到完了？还到完了啦，400多，我直接给他还了。为什么这么多钱还？我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讲我做一点东西，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讲我做一点东西。你做什么东西我都忘记哦。哇，老鸡啊！我没有，我是做一点东西啦，一点。哦，你洗黑钱啦、啊？你洗黑钱啦、啊？洗黑钱啦、啊啊？洗黑钱是吗？对啦，这个东西很难跟你讲啦。我这个东西我电话很难跟你讲啦。我懂了，洗黑钱对了。没有啦，那什么洗黑钱没有啦。另外一刻，哇，老爷你。那时候我不是拍给你看了，我不是给你看我的房契。你拍给我看，但是你没有怎么，你没有跟我讲为什么你可以有这么多钱呢？哦，对，我记得那时候我没有跟你讲的哟。啊，对啊。我没啦，我是一部分也是靠家里啦，靠家里，家里给你这么多钱没？我是说一部分啦，一部分。哎。而且你懂啊，我 famous 啊，我有时我做到那种 security 工啊，他有些人认识我也是，每天我去做 supervisor， 他们全部认得我啊，人有 politics 这些咯，也是很 stress。哦，明白你是。嗯，有些人很多人全部认识我嘛，每天我去做那种 normal security 工，我在 shopping center 做啊，每个人take 对吧？这也是很 stress 嘛。那你就 stress 啊。说是 amazing， 反正你是个反正所谓的反正一个红人这样啊，反正你没有看过像电脑单哦，新兵做 security 的，这样不是很怪对不对？哦，明白。啊，然后你每天去电脑单新兵做 security 干，连人家开电脑单这么这边做 security 干，连不是很奇怪的样子？还是 Steven 你新兵做 security 干？哦，明白，这就是很奇怪，对。真的，说我现在做白色呀，白色看不到这个芭比了，对吧？看不到芭比啊？啊，对吗？哇，老爷客家了，你看看这个，看我觉得现在啊，只有一个人可以救你了。啊。Runner 就是 Runner K 哦。不懂啊，到时候没有钱的话就不能join了。
肯定可以的啦，我的名下有屋子啊，我担保你啊，我给人到你啊，我给人到你，你肯定可以的。我到十多不一月十多号呢，我要出门去拜过年的 decoration， 然后我叫你出去了，对不对？啊，对，我出去了，顺便去问一下了。啊 ，OK， 我们去 DBS 问啊 ，DBS。啊 ，OK， 可以。啊，你放心啦，我名下有屋子哦，你要借100千都可以啊，客。哦，啊。不用怕了，客，不用怕了，钱呢不是问题了，客。嗯。客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好了，好的，一定会有一条路的。好了。而且我是觉得 Ronald 哦 ，Ronald K 他可以这么出名啊，这么 trade 将赢这么多钱啊，是因为他有那个 skill， 连 second 是他有本钱，所以他可以赚很多。因为你这个东西你出了你要有 skill 对吗？啊，你还是要有本钱，你没有本钱哦，你很难的，我跟你讲。没有，但是对啊，你本身也是要有 skill， 看他一定有 skill 的嘛，对吧？你要有。听不到。没有，我是说你要那个讲啊，你要那个。听不到。听得到吗？听不到、啊。蒙蒙的，声音蒙蒙的。蒙，我不懂为什么你讲话蒙蒙，不知道嘞。Hello。Hello。哎，听不到，客，听不到。为什么听不到？意外，你那边什么回事？你那边什么回事？不懂呢，我在边这里面，我在这到后面你讲蒙蒙不懂，还知道。哦，听不到你讲话，好像那个收讯不好。啊，可能可能线不好了，不知道了。哎，客了。啊。走。哎，客了。啊，我怎么听得到你讲话？我听得到。哎，客了。啊，听得到吗？可以了、啊、我听得到。那个 reception 不好啊，那个 reception。哦，连没变啊 ，reception 不好，连没有办法的，没办法讲啊。嗯。哎，客。啊。reception 不好 ，reception 不好。OK。讲一半那个电话挂掉啊！啊 ，reception 差了。新年很多人打电话，过年很多人打电话。哦，哇！哎，你跟你老婆还是白人一起开店啊？啊，做豪哥啦，豪哥。豪哥也没有什么好处。以前我白天做豪哥的吗？做也没有生意吗？我以前他们做没有生意啦。啊，把这种。不是说不好事的，他们组织好事，我不是因为他们是爸爸妈妈，把这种事要看那个那种人员那种嘛，要不是呢？有些那种地方呢，刚才我说，像我去那个松邦啊，卖那个地铁的那种 ，OK， 他那个烧的他的 attitude 很差的，可是还是很多排队要买的嘛，说这种是人员的关系啊。哦，是看人员的关系啦。啊，那你有些他的 attitude 不好，可是他的生意还是很好。哦，他哎，经济不好吧，生意很好啦。啊，做东西很奇怪的，难讲的，我懂了。哦，哎，看说你本来有 saving 吗？没有啊。没有了，有 saving 也不可以随便乱花的吗？哦。啊，有点 saving， 但是要急用的时候才用啊，不可以说随便这样，没有这样随便拿出来用吗？哎，看你不讲你要买屋子，看你要买屋子，你跟我讲要买屋子。买屋子问题是不懂那个钱全部够不够嘞？我那个钱不懂够不够啊？是啊，买可以卖掉你现在这个屋子吗？这三房子可以卖吗？他们不要卖了，卖掉哎呦！他们的他们啊，他们不要卖了，他们卖掉他们的这个屋子，他们不会卖的啦。他们还完了没有？还完了没有？那个屋子还完了。还完了可以卖300多嘞，他们不要卖，他不要卖啊！反正你自己的一个安全东西你卖掉不是没有那个安全感的、啊，哎呦，哦，明白，是一个安全感啊。啊，你这个人这样你要想办法赚钱啊，是。哎呀，不知道啦，我本来那时候我以为那个银行有借我钱呢，我还可以。
去 try 看看大家的课程，看可不可以赚钱这样的。哦，Roner的课程啊？哇，对啊，对啊，罗拉可以了。收你4000那个课程，然后你还要5000块去 train 你需要9000呢，知道吗？9000。对，5000的。9000。姐妹，我需要跟银行最少借9000块才够啊。对对对对。哦，哇，那应该很难的，应该要银行借你9000块应该很难的。没有，你听我讲先，OK。比如说你做啊那个 triple S 对不对？你讲一个月3500对吧？啊。如果你借你做3500一个月，你给银行看啊，permanent的啊，他们会借你9000。没问题，是我每个月的开，我的每个开销都不够呀，这封赔偿金发不够。所以这样就是一个问题咯，这样就是一个问题了。啊，现在我一个人的话，我一个人啊，我没有结婚，我没有孩子什么啊，肯定够的。啊，肯定够。啊，我问题是啊，现在我需要养四个人呢，我养我儿子，养我女儿，我爸爸，我妈妈嘞。啊，连老婆他自己是他有赚钱啊，连啊这样啊。哎，没有，听我讲，我有可能可以帮你想一个办法。啊。OK， 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你啊，你可以联名跟你老婆一起借钱，就是你们两个一起联名。联名一起借钱？就是他的薪水单跟你的薪水单啊，加起来啊，你们就可以借，可以借比较多。啊，你刚才不有讲说我的是年龄为这咯，他们不是没有看咯？没有，因为你老婆是permanent的，对吗？我老婆是permanent，但是我是年龄为这的。啊，没有嘛，联名的话哦，他可以做你的担保人，guarantor。没有啦，我觉得我的 wife 他应该不，啊，他不会要跟银行借的。等一下问我借做什么？啊，我想上家课程，他气到要死，因为之前我那边蛮多钱上家那个什么 Alvin One 啊，那种什么我。